就他瞄了个蜜的撞蓝博了，是不是？哎，撞一休了，我怎么撞他们了呀？怎么撞他们了呀？撞岩了，一处地点，他怎么穿成这样？小马，你给我低调点啊！什么骑马、八马的？你怎么现在还电摇呢？哎，那个狙击队也在，狙击队也在，七九八也在，七九八也在，七九八也在。快点电摇他们，他们资格电摇我。不会落地直接把洋洋打死吧？狙击我的这把先别闹好吧，这把先别闹，先让我们两队人打完，你该打再打好吧？有车吗，水哥？我等一下看一下周围。有，这俩人落野车。嗯，这会不会是他们？不知道，没看到衣服。这边都是别。这狙击队，狙击队，狙击队，狙击队。我应该是最快的，只要来跟我就行。我就抢我们的落脚点。停左边打，停左边可以打，停左边可以打，找个树，找个树。不是你要只要停。哦，你别撞呀！过来，好多，来好多，放松一下。过来接我一下吧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接着走了，兄弟们。完了，他没卡，他没卡，他没卡。可以不？哦，完了，搞了一个，完了呀！哇，这波先算了吧，这波先算了吧，小宝，冷静，我没卡，小宝，算了算了，这波先算了，冷静啊！我没卡，走走，算了算了，这波算了，这波划算，这波一个蹦子，一个蹦子，想进，一休，左边断他一下，看一下他还绕不绕？进不去了，现在。等一下，现在进不去了，肯定进不去了。一休他们架子的进不去了。看到吗？我要去一 v 四，我要去，我要去揍他，我必须让他低调点。我经常卡，等一下，屁股直接被偷了。没事，我先开个全麦，我等一下。我直接被偷了。我全麦先开早点，我等一下先跟他说，让我。我靠，来了！别打我！这个蛋一直跟着我，我真的服了。你过来吧。又来了，他们人呢？他们没进来吗？前方有危险。没事，他别狙击我，哥。他俩活着，我加油。咱俩先去。别打我吧。要去主楼。我干嘛发球？别打嘛。不行，我拿个。给他按两下喇叭。怎么又拿了？别打嘛，追我的！你狙击差呀，那差流量不比我大呀，你！你打 X 去啊，你打！过来，过来，我这边！我来了，我来了！我又差我！下车打！往我这儿开！又来了！那个车停了，过来！好，这个掉了。他走了，小宝。我去！快！你上车。太刺激了。进主楼，主楼有人吗？不到。主楼估计很多人了。右边。哇，小宝。啊！又追我来了，我李尚摩托，你给我低调点！啊！补了！帮他一下！啊！我操！没事吧，哥们？爱你，波哥。爱你，他说爱你，波。不来了。谁来了？狙击队前。爱你，波哥。波哥偶像啊。偶像啊。爱个屁！爱还抓。能不能别抓我呀？那个叉你不抓，那隔壁那个叉那流量老大了，你。完。你两张嘴来抓怎么玩嘛我？那叉就在隔壁呢，300米，就那个洞里面，你抓他呀你。我真的是服了。这没办法。我要去一 v 四，我要去，我要去揍他，我必须让他低调点。兰博，兰博，野马找你来了，兰博。找我干嘛？我都嘎了，找我干嘛？别骂你，我都死了，你过来干嘛？哪个是你的盒子？你在吗？开全麦。我开了，我听不到他说话。
他在我旁边干嘛？我听不到，是不是死了听不到呀？我听不到。还有他的盒子，没他的盒子啊。死了听得到。他没他的盒子。我真的认服了，这个野马牛马，还要来看一下我。这里。哎，他盒子呢？说话。因为这是我的盒子。说话，大哥。能不能不要这样子啊，你这样子我很难受啊，快你去打游戏，该怎么打怎么打嘞，什么意思呀，就是哇，还去看一下我盒子，他说能不能不要这样子。